大家好，我是小胖啊。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强强对决，过量方式屈服孔庙，对战方式紫禁城啊。那喜欢看雷阵啊，喜欢玩国标啊，喜欢玩雷阵的国标，那观众方大唐家咒师婆的女儿国标开了一把雷，那对面上的是立地府家咒师婆的女儿国标，双方都是国标啊。紫禁城也是在剑会啊，就比较习惯性的玩这个立地府，但武神坛的时候一次也没玩过，那就是瞎玩呗，也说不准啊，也许哪一次武神坛就给你真的带上了。谛听来换战敌加起啊，双方打的时间有点长，把前面给大家跳过了啊。对面地地府是两层的漫天，2.0元，封地府这边也是，辅助地府也是2.0元，对面只要点杀成功一次就可以，光这4.0元就可以延长8个回合，然后就可以稳稳的续到24回合那点0元。只要对面点杀成功，观众方随便一个人啊，随便一个人倒地就是11+4，15个回合啊，就从现在倒地直接31个回合才能站起来，那就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4打5了。你看能不能点死啊？6道无量，观众方是渡劫金身保了一下。再贴一下保护破血没贴住啊，当然这个地听已经哈过了啊，没什么意义。观众方憋出一把金青来啊，那对面的点杀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甚至连渡劫金身也没有破掉。点杀成功的话收益是非常高的啊，点杀成功率不太高啊，毕竟立地虎缺乏的是一个单点的爆发嘛。小死亡没挂中，那看能不能点死。大唐血线是不够的，破血点很自信，战敌有4号位，走你27000啊，可惜了，小草没挂住。但观众方，怎么个意思？这是怎么个意思？我刚想说，观众方这边其实下回合可以接着点啊，但是你这个古龙丹卡进来，这还咋点？就不用点了啊，不用点。是有一个连续点杀的时机的，拉起来赶紧挂紧箍咒，金青保出手，这一波观众朋友又可以点了啊，女儿有金青是完全可以点。哎呀，我现在想起来3月份武神坛有多少个团队是死在这首雷阵的国标上，雪山屈服，哎，屈服晕倒这个阵容吧，我感觉是个阵法的问题，这个阵容问题不大，这个阵法问题很大。但说句实话，宙斯雷阵位确实输出高啊，确实输出高。但是啊，这个雷阵位它是牺牲了抗性以及速度的，雷阵位没有抗性位，没有速度位，纯输出位，3个固伤2个巫法啊，纯输出位，所以他是在牺牲抗性和速度的前提下才得到的啊，仅仅是为宙斯普陀高了那么一点点3秒的伤害，值不值得也不好说啊，反正用的人是挺多，最关键他还被龙阵大克，还要想收一把极限大克，现在这个比赛开龙阵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大家看到了，3个固伤位2个巫法位啊，人家你看这速度啊，有速度位，有伤害位，这个雷阵牺牲的东西太多了。
纯输出的阵法应该是除了雷阵就是天阵了吧，就这两个阵啊，这两个阵还有点偏任务啊，偏任务的阵法。二村继续控地府，这两方现在不好点，再笑一下地府。就是要不然对面啊搞一波小偷袭，场上偷偷摸摸出个杀力劈，或者是整个工地挺什么啊完成一次点杀。刚才说过，就对战方完成点杀以后那个收益是特别的高，哎，就弄不死。现在还是观众方这边的优势，鸟儿村控鸟儿村，这一波观众方倒是也可以继续点杀七只人了。啊，选择了黄泉之息继续抓速度，没有缺点。那稍后对面这个立地府就要站起来了呀，但好像立地府现在站起来也没有太大的作用，整体上也不会给观众方造成太大的麻烦。但是那句话，就立地府站起来他的点杀能力也不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只是一个量的变化啊，达不到质的变化。立地府的威胁其实更多的还是在于这个延长跟辅助地府配合起来的一个双延长。小死亡这波应该是点咒师了，小死亡挂中横扫2400开刀，铁宝库血量还很多。哎呀，这一下不多了，电沧海直接5800送走。最后一下捅得太疼了，剩下的三个人一人一个纸儿，那观众方就不太好找这个突破口了。稍后等立地府站起来再点立地府吧，先来一把双眼行不行？清心咒保立地府出手，无魂，哎呀，舔了。那这样对面立地府能站起来。清心咒保观众方地府啊，不是立地府，习惯。对面地府应该可以站起来了啊，下个回合小闯吸走，不然就被观众方双眼了，开玩笑呢。醉酒癫狂女儿二速笑里藏刀也没给对面女儿村。对战方选择打针了，那对面咒师稍后也可以站起来了，对战方还延不出去呢。继续抓速度，对战方可以选择卡个回蓝回速了。小丽藏刀，这回小女儿了。哎，你上一回合不放大特技，这回合放了，这就是二速女儿的悲哀。
对面硬着头皮点下了大特技，最后被笑掉了。那应该是不是点了金青啊？咱们看一下笑掉对面女儿成什么了啊？笑掉的是金刚怒目，我就说嘛，他如果金青，他就不会去卡回春了。笑掉的是一个金刚怒目。奇迹如风，铁火宝咒师，罗汉一盖，三飘飘中一对，对面女儿村已经被抓到三速了，也挺尴尬的。因为啥呢？就是因为把对面女儿村抓到了三速，所以导致了关张皇化身色这个鹈鹕显得毫无意义。你是天先鹈鹕的，对面女儿村是后封印的，咒师不妥，你还是被抓，还是被扯进来了啊！也就是说，其实对面女儿村压根没加什么敏捷嘛，就没加敏捷。能抓到比化生死速度还慢，虽然这跟地府的辛勤劳作分不开啊，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来对面女儿村确实敏捷加的不多。借条小死，关张皇女儿也没敢换坤，大唐的巨剑也白给了啊！这一手抢速度抢的反而关张皇亏了。恰巧也就那一回合，化身寺比对面女儿村速度快，就那一回合，就那一回合，恰巧就那一回合，关张皇点杀了，一切都是缘分啊！试毒的莉莉虎啊，试毒以后莉莉虎增加了60%的伤害，所以说这个输出还是很可观的啊！横扫千军，再压女儿村，大唐3.0元的巨剑呐！就那么没有了。普陀山那个灯补的也是真及时啊，没那个灯化生死估计也没了吧，差不多啊，刚才看着就一丝丝血了，换坤了啊，这个时候把连携身换出来，铁保护连续的点杀失败，我感觉曲阜这几波下来有点伤了啊，有点伤了。好在对面现在也没有找到太合适的机会来点杀，而且啊，就对战方只能，也不是说非得女儿双地府，就不是说非得点女儿村了，点谁都可以啊，因为你女儿村打着也只能打一个地府呀，打不了两个地府。你这回合给那个打的时候，另外一个地府就延出来了。所以双地府也不一定，就不一定非得点女儿了。关键女儿村手里也没针呢，现在还没灵元，下回合才有。肯定最好捏的还是关张方的大唐，抗性会低一些。小死亡还是捏大唐。金青呐，这点不出来了，废了。这个金青要了亲命。你别说这个点杀呀，没那么简单。你看真想点的时候，有发现，就点不死。善恶啊，也显得温柔了很多。要不就换地听，上两个地听，硬着头皮点他一个。诅咒之上，关张皇又对对面的化生寺有想法了，两个诅咒看小死亡，就看小死亡，大唐还有1.0元的巨剑，小死亡挂咒，而对战方女儿村也是顺利的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一组，不容易啊，终于又拿回去了。
遇见，这回化生丝没了。这回是真没了，头上还有个紧箍咒，观众朋友前面还有宝宝，水击三千，咬一口1500，化身直接倒地，那比赛应该是要崩了。这边还有2.0元的延长呢，现在对面唯一的办法，这化身是要在地上躺9个回合呢，9个回合。所以对面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反点一个啊，拼也得拼出一个，拼不出来就真没了。小死亡选择点地府，给地府打一针，你先别延长，哎，等寡人把你点倒了再说啊。关张荒也着急，曲阜这边也明白双地府的威力，所以曲阜也着急的啊，赶紧换地听。地府只要不死就延出去的希望，善报好像点不死了，点不死了，点不死了。笑里藏刀，关张方地府的速度是比对面普陀山速度快的啊，对面也是着急了，连坤也换出来了，练习生一招没咬死。普陀山虽然可以提前2回合拉起化身寺，但是它速度是慢的，比关照方地府速度慢呀。对面倒是还有一次机会，那就是扔武魂范文侠啊，这个是可以扔一扔，战敌加起来关照万象工地厅，鸟儿村肯定是没了，看看能不能带走一两个宝宝。老人也不错，哎呀，慎用了，善恶带走了个练习生，这就好像是现在是唯一一个带善恶的这个五轮车的工地厅。没听过其他人打善恶，也不是说老板们缺钱，现在老板还在乎这么一个善恶受爵的钱吗？妖气我都卷成啥了，就感觉善恶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工地厅。再破血点脑，再延长，终究啊还是延出去了，延出去了，对面也失去了反点观战方的机会，整场比赛一次点杀没有。琢磨琢磨，双地府点死人确实很可怕，再琢磨琢磨发现一个人也点不死，再可怕也没什么用。哎，又来，这是曲阜的一贯作风，一大波地听来袭，隐身。女儿等着慈航呢啊，想拯救一下自己的队友。小死亡点女儿，女儿隐身挂歪了。关照方下一回合来个
来个鬼眼吧。救了一手隐身慈航。哎，说句实话啊，这也是一个思路呀。当女儿村非得慈航的时候啊，你身边又有地图，可以跟地图去做一个配合。女儿有的时候抢不到一组，你偷酒慈航容易被效力。反而这也是一个真的是打开的思路，想法很不错。地听点卡杀手，石头都得靠边站。还有本来之后全是靶在嘛，好歹来个地听啊，好歹来个攻的嘛，一顿吸收，这名字起得很贴切，就吸，一顿吸，硬扛一堆地听，最后自己还是满血，那就完美了。哎，怎么不吸了？吸了1700，一把慈航。对面实现了自己的任务啊，不过化生死暂时还是站不太起来。还有两个回合，下回合观战环又能延长了，40回合了啊，又能延长了。哎，你看这个死系宝宝啊，打着打着就满血了。地府再赌一赌，还能再耗。关键房再来了一波防点杀，不想给对面一点点的机会。一点机会也不想给，渡劫精神又保了一下，生怕被对战方反点。火标的清场能力现在还是个问题啊，虽然有地听了，但地听得有灵源，你如果手里的灵源不够的话，光有地听还是不好清。再换地听。孩子来打鬼眼，小死亡挂不住，百爪狂杀。哎，八百，你这玩意儿跟闹着玩一样，输出跟假的一样。高连高攻，这面对伏战队这个攻击就不算高了，但是打一些平时的剑会的三攻队的话，这个宝宝伤害是非常的高的，还在林中鸟的呢，做任务也不错。战敌在家，还是要拼一拼，尽快的清场。但对战方好像这个套路可以一直用啊，可以拿了。女儿不管了啊，不管了，看这个样子，放弃了。把女儿村抛在一边，可能化生死心想，我都在地上躺了十几个回，我站起来第一件事一定是救自己啊，队友顾不上了啊，顾不上了。小草再点咒师，哎呀，中无魂了。其实这种高连高攻速度快，防地听不错了。
啊，我发现最近啊，就尤其三月份五神探，有好几个团队有那种超高速的攻宝宝，就时不时出现在场上。这预防谛听确实不错啊，但那种宝宝一般也没什么抗性，因为你速度高又想要伤害，那你肯定得牺牲抗性，基本也都是些一刀火。关键是可拎出来防一防谛听，只能那种宝贝也只能是在特定的一些回合里有一些作用。再来一对谛听，这回对面可绑不住了吧，女儿又拿回了一锁，打一针给地府，人拉力地府，这比赛对面已经赢不了，已经是赢不了。并不是说他扛不下去还是怎么着，而是因为他不能进攻啊，他没什么进攻能力啊，点不死人，你这个国标伤的就尴尬了。法身寺人心是用过了啊，再倒地自己也没得救，队友也没得救了，只能是依赖慈航了。哎呦，神佑这种宝宝神佑好伤啊，而且这种宝宝就得用那种攻谛听来清，把谛听清不掉的就得攻谛听了。张良皇把这个孩子还换了战敌加上黄泉之息，抓一下鸟村的速度。关照万象，9800，神佑。15000，哎呦清掉了，四吸的，好了，自己放弃了。